想悬空了。现在当校长都要这么辛苦吗？还会飞？当校长都要会超能力耶！开了，接着怎么飞？好开，好。看我还在吃哎，可以啊，开台，可以啊，可以啊。我标题还没改、啊，没关系啊，现在改都还没。昨天那个嘛，聊美食，聊美食。对啊，我还打成周三。周三轻松高下，周三日子过很快啊。周三，我现在惊魂还未定。惊魂未定，你怎么了？蟑螂。哇，因为他家的猫咪送了他一个很棒的礼物。哇，送了一只会飞的蟑螂给我，我快吓死了。哇塞，还会飞，活着的吗？活着的啊。你知道我现在感觉我在一个毒气室里面。是他怎么给你啊？他就叼着，然后把它放下来，他就放在我旁边，然后就飞走了。然后就飞走了，那个蟑螂就放飞自我了，然后就飞走了。我还以为他自己帮忙把他装到笼子里叼过来给你，没有，太会了吧？我想说也太强了吧？他是直接放在房间里面，然后就放飞自我。哇、所以你吓死了吗？我吓死了，你吓死了吗？害怕极了，害怕极了。当时的你害怕极了。你家猫咪有没有一眼？我很棒，夸我会飞的，别人都抓不会飞的。你扒东西啦？没有，他放完他就走出去了。我觉得他其实只是想要吓你。可是他不是送礼物吗？是礼物吗？我觉得是惊吓箱。猫咪不是叼东西来就是送你礼物。他说：“哼，我知道你最怕这个东西，我送你。欸”哎、欸，你很好哎、欸，你这么快就被猫咪信任了，很羡慕你哎、欸。然后他之前就会叼垃圾给我了啊。对啊，他今天是叼火的东西给我。哎、欸，他觉得不会动的不够有礼貌啊。是我送的，对啊，新鲜的 level up，、欸、太新鲜了。哎、欸、连线玉石，连线玉石，玉石啊！他会不会期待你叼回去给他？不要，叼回去太恐怖了吧？还有些猫猫是说他担心你会饿死，所以他对要你吃那个东西，他帮你对对对，他帮你找吃，他会他狩猎给你看。哎呀，你这大笨蛋，这样子抓了，哎呀，杰克你很饿、欸，你当时你也不会狩猎哦，这样你也不会狩猎哦哟。怕你这么瘦，怕你饿死，怕你饿死，给你点吃的。那这样他。你要在他面前吃掉，他才不会再送。没有，太恐怖了吧！大蟑螂耶，有够可怕。然后看你不喜欢蟑螂，他下次就叼老鼠给你。异国美食炸蟑螂，有没有饿到这样子？房子里面有老鼠也是挺可怕的啦。好啦，上课喽。好。好。今天呢，副本我修好了啦，副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Oh. 然后，就大家继续盖一下那个密室逃脱吧。今天要想办法结束，对呗？今天要完工哦。好。只在想机关要怎么盖啊，好难哦。随便盖啊，没关系的。买彩券，先买彩券，先买彩券。啊，彩券先，彩券先。那个了。啊，嘿。嘿啊！哎呦啊啊！怎么了？越叫越奇怪，不打飞是？看你们很开心哦。黄标了啦！哎、欸，我的钻石在哪？哇！我有隐私哟，钻石打住了。这是随便拿吗？班长，这是随便拿吗？班长没有。哎、欸，哇！谢谢班长。谢谢班长，今天随便拿我也要，不行啦，一箱钱。哇，我今天要打完副本才能够买彩券。哇，我们要等重置下载。你已经穷成这样了吗 ，C 副？没充值到，好穷爆。哎，这时候就是说，哎，图尔该纳税了，我要做事了，缴税了，缴税。杰克，我表现出我的诚意，你可以去拿30颗来买。好，哇，这么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你的钱包在哪哎。杰克，就在那个很公开的地方，我家很香，多便宜。太好笑了，15块，15块的工，15块，很香哎、欸，我要
买了，买了，还是买了，有缺该买了哦，有缺该买了，现在已经是公道价了哦，比十六还便宜耶，比十六还便宜，公道价哦，该买了吧？你看这些都是你的遗啊，不是啊，都是你未来的财产。想我一下，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努力一下。对，有啦，我还是钻石变多了，我钻石变多了啊。它不错，多一点的条吗？嗯，之前不是才110多颗，怎么变162颗？全部一阶哦，要全部一阶的，有调高吧？你要不要再确认啊？让我再 check 一下，知道吗？嗯，我看看，您看看看看，算算数时间。UCC，加币，零加币，零加币，什么东西？零加币吗？想要表示什么？哎，零加币，我就想到，哎，我最近感觉是不是真的是成瘾症、啊、咖啡因？你怎么又火烧心？没有火烧心，但是最近感觉好像每天要喝一杯，火烧心，吃甜食喝咖啡。我没有吃甜食，知道你有了吗？你只能法内不能法外。哎呦，不要这么讲人家这个好吗？我真的觉得很有梗吗？我会睡不着吗？喝那么多咖啡的话，其实一天一杯不会，看体质啊。对，其实看体质啦、啊，有一些一天每那个照三餐喝都没事，我觉得超猛。对，我看过最扯是喝了就睡不着了。我看最扯是有人一天要喝五杯咖啡，五杯是干嘛啊？五杯，我想说哇，他就上班啊，就上班早上上班买一杯，然后中场休息再买一杯，下班买一杯，哦晚上再买一杯，夸张哦，是多爱喝，那真扯。要不是没炒蜜面包。啊，炒面包，要早上一个炒面面包，下午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哇，那你那个碳水化合物有够多，我的天、啊！吃饱了，卡了，都是淀粉呢、欸，都是淀粉，对啊，太爽了呀，很棒哎、欸！吃一个月，增胖3公斤。不会啊，怎么可能？对啊，怎么可能只有三公斤？太小看炒面面包哦，太少了，子悠。嗯，奖励是不是变少了？刚刚是多，现在是少了。哈，变少？对，因为我现在全部一片原本是200出头，现在是100多。因为原本是错误的，原本200多是错误的、哦，原本太高了，原本那个数字原本太夸张，发现不太对了。哦，所以现在是修正过后。对，修正过后，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算，自己去算的话，其实这样才是对的。上次是多乘了好几次1.5。太爽了吧！这三次真的是免费发大财哎、欸。对，这也太少了吧！这是比之前还要更少哎、欸。在波波身赚到。哇，那我不要每种了。嗯。该我162颗都是对的。那我觉得最赚的就是五分繁星了、啊。哦。因为我刚刚全部二的话是也是120几颗而已。嗯，老师那太满了。啊，是没有卷，大家也太期待我跟小雨控告校长的环节吧？对啊，当然很期待啊！什么控告我？我都已经快忘记了，然后我也快忘记我为什么要控告他。我想想，为什么？上那个啦，打副本那个啊，打副本，你忘记了吗？差一只蜘蛛的血量啊，差了一只蜘蛛进去，他出来哦，想起来了。不是，重点是今天没空啊，今天没空，我们今天要盖这个就麻烦了。有一方还在忙，没办法。我们两边都在忙啊，两边都很忙。所以我们要看那个法院再起，就是两个人告一个人哦。笑死！那法院已经荒废很久，哎，其中一个还是法官当事人。我跟你讲，观众这种事情记得最清楚了呐、啊。血流成河肯定是要的嘛，血流成河谁不喜欢的？对，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对，好笑。阿王，我有两个，你要出多少？好，你要出多少？我不知道。三块，口价30个钻石砖。三块。雨月你好亮哦。雨月你好亮。
因为是天空中闪亮的一颗星，哦、因為我发亮。哎、欸，你在副本旁边呢、啊？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睡个觉吗？我突然想，我也是觉得我想睡个觉啦，不然他好吵。对啊，回家睡。好啦好啦，他好刚传出来而已，家里超远的。我们直接那个啊，哈利贝利蹦。我就说我不在家，我在家，小雨在家，小雨在家，你不会看一下已经睡着的人吗？哎，对，对啊，有看到，我做噩梦，觉得被鬼压了，哦，又痛又痛，所以我的噩梦是小雨的噩梦，哎，你要当牙仙子，我们是那个今晚的噩梦，那个叫什么？今晚的哦，鬼压床。要求熊压床，熊压床，熊压床，好可怕啊！啊，有什么声音？哇！等下，等下，我快跑到了，我快跑到了。熊的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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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的声音。哎，我底下变成那个哎，福斯什么？沉思，沉思，拉扯的什么？福斯，福斯，福斯德，福斯德，福斯里，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又是跟梦有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做到一个梦，我实在是有一点吓到醒来。怎么说？就是呢，我就做梦，梦到我就刚好就是可能坐在电脑椅上，然后呢坐着坐着啊，然后呢就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天气比较热，不是会把那个衣服拿起来擦汗嘛？就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东西的话就会这样，然后就擦就发现。我的肚脐怪怪的，肚脐怪的，肚脐怎么了？肚脐怎么了？就是你知道肚脐有两种种类，一种是凸的，一种是凹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其实属于凹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肚脐怎么长得好像有一点花苞还没嘎开的样子。你是说听起来有点奇怪哎，肚脐怀孕了？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就是胖虎的肚脐呀、啊，对，有一点像。然后呢，重点是下一秒，我居然看到它裂开了，然后里面都是白色的果肉，然后我就吓醒了。哎呦！没有，团团，这是什么？是你是不是没有洗干净还是干嘛？我其实是异形，有没有？没有，这是是不是预知梦？你就是没有。把肚脐洗干净，要修哦，原来是这样吗？然后呢？之后呢？我又想，我又吓醒嘛，然后说，啊好，再去睡觉好了。再去睡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被银行催债了。然后我就醒了，你是压力很大，被银行催债，最近压力比较大哦，压力大。然后我又醒了，然后醒了之后呢？就睡不着了，超好笑。你 是最近压力很大。最近压力很大、啊，好可怕哦！哎呦，我还是赶快盖东西压压惊好的。我觉得我做的梦几乎都是在大冒险哎、欸，就是我这样很爽哎、欸，很爽哎、欸，很累哎、欸，很累，到底是很爽还是很累？我睡醒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没睡觉一样，我就梦在梦中的我啊，在那种翻山越岭啊，去打魔王啊，然后还然后有趣哎、欸。我最近也是哎、欸，超累的。很棒啊！你们到底在干嘛？很棒哎、欸！不知道啊，睡醒都跟没睡觉一样超累、欸你们是不是线上组队的？我靠，你们两个线上组队吧？就是那个打 boss， 只是他那个已经不是线上组队的范畴了吧？哦，真的吗？那个是云端组队啊，云端云端组队，那是云端哎、欸！我的天哪，真正的超工 online。根本就睡醒很累啊、哦，睡醒我感觉的话好像真的大冒险过一样，很累。很累健身环大冒险算什么哟？睡觉还能运动哦，睡觉，睡觉运动。这种是有时候啊，醒来以后再睡，还会接着做冒险继续。会，这样很好。有时候有一些梦都很想要有一些很有趣。我会有平行世界的梦哎、欸，有，我也有，就是一样的故事剧情，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哎、欸，这我跟上次一样哎、欸，然后我就会就是用一些方法避免上一次的结局。哦，好酷哦！我很常这样哎、欸，我有一个超常梦。你们都可以，你是胸针掌握自己的梦、欸。你确定这不是平行世界的你在跟你求救吗？我不知道啊，它是一个末日世界。你要去想办法拯救这个世界，不会被毁灭，对不对？结果我只是一直在被僵尸追，我一直在逃跑而已。还有是僵尸剧情的，末日类，是末日的僵尸，一直被追，好累哦。你是常常惹僵尸啊，让僵尸不开心。我不知道，我觉得怎么被僵尸追啊？我知道我今天做的梦很奇怪。对啊，我今天做梦，我女朋友阿神。啊？
然后怎么了？你知道阿哲就是说，然后我忘记里面的有一些内容，但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阿哲开了一台车，那台车很特别，那台车可以。他是有那种火箭推进器的那一种哦，然后你要不要上车来？然后我就是兜风看看，很相似。然后，然后我就上去，然后就是他也开那个什么火箭推进器，但是好像开到一半说：“哎，给你开好不好？”我说：“好，傻笑。”我怎么开这种车？很酷哎，很想玩耶，不错哎。然后我不知道他不会开啊，方向盘特别难转的那一种。然后还差点不直接把那台车毁了，很莫名其妙的梦。怎么觉得你这个梦跟哈基之前那个梦也蛮像的？不知道就乱梦啊。他说我带出去玩，然后开了一台那个潜水车，然后哎呀不小心按错按钮了。哎呀！哎呀！哎呀，按错了，按错了，按错了啦！这按钮不可以按呢，对，觉得漏水进来啊，我就觉得这个梦，对，我就觉得这个梦很白痴，我也不知道什么。他记得梦也都很精彩啊。对啊，你最近没做梦啊？我有做梦，有记得都写在那个 FB 啊。哦，那感觉近视是比较少啊，都会直接标记团团了。为什么啊？也不一定每个都有我吧，不一定吧？不是啊，解梦啊，解梦啊，解梦大师呢？好，搞到大家每次有梦，然后呢都会标我，就超好笑。对啊，大家都标团团，原来大家很信任你耶。你知道我上次做一个梦啊，我本来也想要标你问一下，结果我后面下班回来干，我做了什么梦忘了。忘记了，要先写下来，要写哈基先写起来，对，要马上打下来。下次我要马上打下来，然后回来赶快请师傅，我做了一个梦，解梦大师可以帮我解一下吗？然后结果我其实也就只是把那个周公解梦贴上来给你看而已。不是每次都这样吗？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装逼啊我。你知道你就是那个中间人收手续费的那种。对啦，我咨询问嘛，咨询费啦，咨询费。哦，我现在对那个词有点敏感啊。问嘛，不要敏感，记，笑死。没事，短短没事哈，一切都没事的哈。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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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波波，刮。你的光卡是刮、欸？你怎么进来了？刮这边进来啊，然后你那边去啊，光那边啊。哭啊！我那边做结束，好，我改一下。真的假的？有要死了，有要死了。你们不要唱就怪怪的。他是因为这是繁星那边过来不是吗？我记得。该不会允月也是进去的时候他记在里面之类的吧？啊？你是说大家都做反了？你说再次提告吗？没有啦，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台湾看到是哈基还是谁传音乐啊？忘记阿基啊，阿基跑进来啊！提告，那是不告的。提告，可是为什么？团一起告了吧？小李能想到？音乐，你的妆那么强，可以啦。再一次，我剩三颗四颗星啦，出事啦！为什么剩四颗星？你看他 reload。哎、欸，怎么还在这里？在疯狂里漏吗？所以是那个镜子进去的那个出事了，是不是？对。好，okay. 不能乱传了。那我再里漏一次啊、哦！音乐加油啊、哦！好，我在家里啦，我在家里。哎呦，哎呦喂！舅舅月月，人人有责吗？对，舅舅月月，没事啊，音乐活下来啦。音乐，你活了、欸。对不对？你要假装出事，怎么还是出事了？然后要找理赔，对，可是我们没有保险公司呢，我们没有保险公司，对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保险。我觉得他自己开保险会亏。你说每个人都理赔吗？赔钱啊，赔到爆。每个人每天上线就碰瓷一下，碰瓷一下。小雨，知道有通知理赔，每天都你在干嘛？在种田。哦。小鱼在种田，对吧？怎么繁星突然打断那个酱油？对不起，酱油不要生气。好，继续，我要打副本。好，你这是要选打？你要晚上打吗？哎，难怪有很凶的直播。这么喜欢挑这个时间，那先不要好了，先不要。
然后晚上的蜘蛛都很可怕哦，早上蜘蛛是哦嗨嗨这样子，然后晚上蜘蛛你来了，晚上就哈蜘蛛开始你啊，一群八加九哎，叔娘，你这一到凤梨啊，没事，我要睡觉了，没事没事，就是嗯，到白天又是安安你好，请对不起，我就是那吉娃娃被放下来跟被抱起来的吉娃娃，有没有？哦，有主人在就很凶。可爱的蜘蛛，里面有只可爱的蜘蛛，蜘蛛，我们去看蜘蛛。哎，蜘蛛，哎，蜘蛛，哦，有蜘蛛，有蜘蛛，被咬了中毒了，有人被揍了，有人被揍了，有人被揍了。不行啊，我觉得好可怕哦。嗯，蜘蛛吗？蜘蛛，蜘蛛直接扑到脸面前，一点都不可爱。嗯，好可怕，啊。那你可以开始想象一下，那我刚刚就是那只蟑螂直接飞到我面前，那多可怕了。哦，真的，我也觉得很恐怖，惊悚的惊悚，惊悚哦，惊悚，害怕。哎，欸，有了一个比喻，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好好笑啊。嘛，嗯，不用怎么比喻，嗯，夜晚的蜘蛛是网络乡民，然后白天的蜘蛛是现实乡民。有啊，就是在线上的时候各种爆言呢，结果到现场，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幸会幸会。你说真的被告的时候就哦，对对，哎，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贵姓啊？对啊，现实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冷静。对对对，那时候发言让您不舒服了，真的。哦哦，那个是我弟弟啦，对，那不是我要被告了，就是弟弟要背锅，好了。然后就回去马上就 po， 哎，到底冲啥？但是这个人到底是你？马上 po 文骂人，我今天遇到一件很丑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听的，啊。就带太好笑了。我记得之前好像有遇过有同事 po 文骂人，嗯，应该算之前，就是他只做两星期就离职了，然后他有 po 文骂人，然后被主管发现。嗯，就他 po 文的好友是主管的好友，共同好友转发，然后主管看到了。哇哇，我听后续处理好像是主管要求他公开道歉吧，后面就不知道了。不过就很衰小啊，发个文泄愤还被看到，就被弄啦，啊。这个人也太不小心了吧。对啊，那他也太指名道姓的骂了吧。对啊，太明显了。对啊。我记得他那篇文章就是说，我第一次做工作两星期就不想做，里面的那个主管真的是很白痴，不然会带你啊，到底怎么选上，靠关系的吧之类的。哇，这么凶哎！啊，这种是这样骂人被看到的几率真的很小哎，居然。哦，你在这儿啊？是，对不起。是。嗯，这个红丝线路怎么接嘞？随便接啊，随便啦，接就丢啊！哎呦，被你一根牙，被牙牛尾呀！趁现在便宜，狂洗一波，15块，我把所有家产全部拿出来。15块 ，all in 的，然后 下次就看到他只有10块。那我也是没办法，那就再放啊，有没有？再放着一下，在旁边先哭，哭啊哭啊，剩下的酱再买一次。好了，剩下的也给你了。含泪继续买，人家说那个根本就是被收割韭菜嘛，你们这些韭菜，一群韭菜吗？一群韭菜，我们就是一群韭菜，好惨哇！幸运哎，真能的啦！不要，我要攻击，我要双幸运的刀哎！幸运什么？幸运什么？幸运可以留啊！双幸可是他打王什么的，他的主手武器啊！哦，好吧，那我受不了。我想说，如果是烂武，两把幸运我收。啊！不行不行不行！要没得，要没得，要没得。现在的敌人很强，不是他晚上打蜘蛛啦，他晚上打蜘蛛啦。哎呀，就跟你说了，不要在网上跟乡民打架。对啊，很恐怖。要死了，乡民，你站到给你 up up。你知道说已经找到你的 IP 位置，他就会闭嘴了。
我已经知道你住哪个那个什么分局旁边了。对啊，那个明天就到我们那边相见。装备会爆掉啊，好担心哦。装备，哎呦，哈基啊，我会看。我会看。哇、哦，双攻击哦，这个还行。哇，那个女巫直接带着那个蜜蜂在丢哎。蜜蜂一下就拜拜了。没有，还在丢，我死。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滚一滚。哎呀，我不要死。哈？没事。Sorry， 不要死。我想到我怎么了吗？你怎么了？我在家里面好好的，我怎么了？我怎么进来了？阿纪，没有，应该会这样啊。你不能从副本的，那你传不行啊。对，你现在不能传进去。哦，你进去帮打好了啦。哎呦呀！我满心期待的想说，应该会被踢出来。没有，没有。你说踢进去，然后不小心吸到强力卷啊，这没写名字耶，没有写名字，你是谁的呢？多一招，应该是我刚刚打副本打到的啦，没有啦，没有啦，是我啦，是我啦，我啦，哈哈，是我啦，这些人哦，到底是谁在骗呢？怎么会说用骗的这个词呢？我不好听，到底是谁在演呢？大概说几哦，我真的不知道，这没有多学，没有下落，对啊，没有下落，险哦，打死一只了，哇，加油，你最强。你最棒，谁是第一名？你是第一名。好自问自答。有没有人家里有线呀？线？我去，也不是怪物，打一打一大堆。你缺线啊？谁说的？为什么缺线啊？我没事吧？没事。抱歉抱歉，我看一下我家有没有了。有啦，我家有。我不缺线啦，嘿。你要几条？我也有。我到烧一家了，到烧一家了。怎么用？是偷渡在骂人的感觉。我缺线，我缺，是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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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不多多，失败啊。我不然把你的愉悦走一格网路哎，愉悦还好吗？买错东西了，买错啦！他还没有讲，应该是还好吧？我没事啊，我好好的。看你一格网路，只是我刚刚买错东西了。哦不，哦不，哦不，哭了。没事，我们可以一起当韭菜。我已经被便利超商当韭菜收割了一波了，收光了。这是收割好，收割买。哦，你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会是最后一次。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讲吗？很会说。现在是第一届谚语大赛，对啊，什么东西都一定要绕一下成语，你知道吗？要来跟白天乡民做朋友。白天乡民，哦，吓死！51颗？为什么这样是51颗啊？就各一啊，你自己算一下那个。就算啊，我各一，反正刚刚就是你那个是错的嘛。哦，对啊，对啊，就你还有享受到错的方式啊。哎呦，学爆了！学爆，这时候赌一波了。赌什么？没有，我那个拉霸。哦，酱油吗？你可不可以那个啊？开奖前的10分钟再去赌啊？哦，好想看。开奖前的10分钟，开奖前10分钟，我想要在旁边看一下，你会
输多少钱，或是赢多少钱？多少钱？是赢多少钱？我们还没讲完。哇，你是说输多少钱？你是输还是赢呢？我还没讲完。输多少钱？资源输赢。这种时候就是到底是见证奇迹还是见证笑话呢？对。要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原来是要过去看输赢的跨手眼啊！你是不是？没错。不打不打。哇，又不够了。回去继续挖，给我三条攻击就好，三条，三条，三条，绝三！之前要两条幸运都出不来了，绝三了，三条，三条，三五张，三条，三作弊呀！太多了，投资系怎么做？三条，有人出老千啊！有人出老千。我要来努力赶快盖完。可恶，不知道我跑多快啦，三个加持速度。哇，还很快啊。对啊。太快啦。抓副本才快啊。哇塞。出来的意思。出来的意思。出来的意思。很快的出来。对啊。他真的也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呢。很快的出来。也没说错的。也速的，也速的。也是呀，只要你跑得够快，别人就追不上你。我差点就把小雨的你比较快，还是库工的弓箭比较快呢？啊、到底是谁呢？忘记。矛盾大对决。真的过了。那你这边是干嘛的？啊，我的田呢？不是这里，这不动。这里，这个是峡谷啊。你这是回来的路是不是？不是啊。这是我家旁边的峡谷，很好奇，这对话就是嗯，那不是路啊，有没有改建过呢？不是、啊，挡住那个峡谷的怪就不会走过来。哦，但是挡住，我想说你那边是有什么用意要跳上去吗？没有啊，一个峡谷，是峡谷的，它就只是个峡谷，那就是我家跟繁星家中间峡谷。对。小雨，你这个建筑好像很厉害，你来介绍一下。峡谷啊，就这样子吗？就是我家旁边的自然景观。你介绍一下您家旁边的这相关的峡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很会讲，很会讲。哇哦！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好神奇呀！想不到吧？想不到啊！太厉害了！太神了！太神了！我刚刚增能了一条攻击，然后再减能以后，刚出来的攻击又没了。哦哦哦！好酷热！没事啦，这不是第一次了。嗯，这个是，对，这个日常了，日常吧，日常。起起伏啊！为什么你要给我盔甲？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这样起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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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觉得害怕。起起起起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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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起落落有起过吗？不好说。人生就是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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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原来锻造那个，如果左边是消失，右边是绑定。合在一起，但倒是会合那个红字也合在一起，哎，他会优先把红字拉过去吧？嗯、啊啊！哭了，哭了，哭了！哎，哭啊！这样吗？这样子是心痛的声音。啊！底下我底下要再造一个平台出来。好麻烦，锄头打那个嘞，锄头打树叶子会比较快吗？有吗？锄头吗？你用那个啊，你是要打树叶？我是为了要，我记得有比较快。是，因为我知道最快是剪刀，可是剪刀是剪下来，那不一样。嗯，你可以试试看，我来 try see。You can try。我怎么把它穿上去啊？绑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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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耐久度，好耐久度，好快哦，绑定诅咒，哇，移动速度，
继续升。哎呀，不怕啦！我都已经升了保护七的酷酷了。我是什么？我是保护六的捏捏。边玩的。四而已嘛，还好啊，可以啊，基本还好啊，四而已嘛，顶多10%的那几率不会了，不会中啦，不会中啦，没有，不会中啊，哦哦哦！哇，我刚繁星刚刚40%移动速度哎、欸，啊又怎样？要跟他播哎、欸，要怎样？跑一跑，直接飞起来。你要吗？看过了吧？啊、不是这个啦，啊，怎么是这个？怎么是太久啊？我们要看到的是保护，我要看到的是，我要看到的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不要，我眼泪流成河。不会流，不会啦，你想太多了啦，没那么容易中10%呢，哪那么容易？没有啦，我们是好朋友才会推荐你要冲这个。对你有好处，那对你有好处。我看你我上一次出去两次脚了吗？推荐你们呢、啊？对啊，没有，你看错，那是光环，不是两只脚。那个光环是黄色还是红色？确认一下。头上一堆脚，你没看到吗？那个脚趾头还会动，你知道吗？小雨，你看哦，啊，你看，哪个？哦啊，你怎么？哎，嗯，哎，怎么了？哎、欸，你怎么了？哎、欸，我怎么3 4 5身上打老虎？五个啊？怎么了？老虎不在家、啊。五个啊？对耶，你这个很幸运耶。对啊。请问今天是真的是艳雨天哦？果然很幸运。那我完蛋了。完了。就从以前到现在，加油！什么元宵节猜灯谜什么鬼的那些，我全部都不会。没事，我也不会。哦、我也最烂，不太会。然后也不会。啊？你这算是尾刀吗？什么尾刀？功力冲到8+9啊！对啊，你怎么不等宝宝？你刚去好艳语哦，怎么回事？功力冲到8+9，功力冲到8+9。你有一句粤语的 EI 好强，好强啊！哎、欸，那小雨，那你要帮你的刀改名字，你要帮对啊，你要改八加九，我觉得这个好赞哦。不，什么叫做一七？兄弟九是一七这样子。他是刚繁星说的什么什么冲到8+9？哇，你力啊！你风力冲到8+9啊！哈哈哈！我感觉好强啊！说风力冲到8+9，我要留下一点他原本的元素。什么元素？因为这把是杰克那时候交换礼物的，哦，那是圣诞塑胶棒球组。哦。欸、那他就霸过了，他都可以带出吧？我是要帮他命个名啊！他名字好长。嗯，我等小雨来。我来了。几排幸运啊？8+9了吗？当然是三排呀、啊。好多啊！然后是两个20%。哦，你看，我来了。哦、oh, ，很猛哎、欸。然后你看，它最高加成是0.2，这应该是0.2吧？嗯，0.2。两个都，三个都满的，对不对？0.2才是满吧？对啊，0.2。对啊，0.2。0.2，然后20%，20%，超猛的、欸，超幸运的。那你很幸运。哇，可以趁这个去打麻将了。打了，开打，开打，打字摸，我要用裤子摸牌，用裤子摸。哎、欸，你的喜灯石没拿走啊？你很诚实，我送你一个。哦耶！我是个诚实的好宝宝。耶、yeah, ！来，给你。耶、yeah. ！祝你也送到满的哈。上周我也想要刷一个好一点的，我现在都只有两排。保护，你在刷幸运哦？没有啊，我的攻击力也只有两排啊。哦，那真的是可以刷一下了。我三排。现在还有卖修补书了吗？里面不是还有吗？里面放在家里卖了。NPC 还有啊。对啊，NPC 也还有、啊。店收起来了，他把店收起来放在自己家，你可以自己拿。好好好。哎呦。哎呦！然后要放打雷打到乌龟了，那乌龟变成碗了。
啊，会变成卵了。卵子龟，卵，你是认真的吗？卵真的真的真的。我看走过来，然后路过就雷打到乌龟了。它变忍者龟了，好酷、哦！你看，雷乌龟变成卵了。乌龟死掉变，欸，会有卵啊。哦，变成卵了，太撑。哇，你们今天都是十大奇迹之。太惨了吧！好恐怖哦！我也惊魂未定哎、欸啊，我还以为他会开始去躲下水道之类的。啊 ，Q， 本来这是什么想法？哎、欸，啊，波波不知道、欸，你不知道、哦？知道了，不知道忍者龟吗？我知道，我台湾版噶，我只是觉得会竟然会说去躲下水道，嗯 ，OK。虽然其实老实说，忍者龟我没有认真看过一集过，或是电影过，完全没有。难过，我也没有。他记忆没有。哎，那个商店二十六格可以换一本绿宝石。我在翻我家楼下商店，但我好像没看到。你家楼下商店，这就是看缘分了，你能不能翻到？看缘分。那是密室逃脱测试版。我记得他在两三次直播前讲的话，应该会找到。谁记得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问他，他讲了两次。记得的。对，这都是随缘呐。随缘呐。随缘呐。随缘。没关系，箱子也没有到真的很多，你总有一天会翻完的。我陪你翻啊，多翻一下就可以了。我陪你翻。啊，还是你要直接去买一本的、啊？对啊，二十六其实很快、欸。二十六绿宝石超便宜的、欸，可是我记得隐约卖钻石卖蛮便宜的，不是吗？五钻啊，五钻啊，五钻啊，其实很便宜。不是绿宝石比较没用途啊。哦，是啦，也是吼。哦，哈，他现在在坚持有吗？自己的力量找到。那我也要下去找，然后如果找到我就把它藏起来。那你要准备很多空间哦。哇，那么多本啊、哦、这么多本、哦、很多本啊，还很多本啊。嗯，我要去找。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完之后好像还有三本吧，没记错了。还有三本？不止吧，不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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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来补货？我没补啊，那之前我买一整箱大箱子、欸。哦，对哦。哦。之前摆楼上的。对啊，不止不止。这种没有保存期限的物品真棒呀！不会死、欸 oh, 找到了啊！被找到了，被找到了啊！被找到了啊！下面灵魂骑走那些卖吗？你要吗？你能可以拿去啊？没有，我只问问，我帮哈记问的啊！ Oh, 我不用，哎、欸，不要问。那个我也好多个哦，卖吗？你要拿去啊！这个啊，这本。灵魂机手不是要用那个吗？换的啊，只能换的。换的啊。哦。我之前在解任务解那个什么换中介珍珠的，然后换到超多本的。这么好换、啊？在地狱，中介珍珠最难换。几率最低吧？对啊。哦。对，看有没有珍珠。提醒一下，啊，播广告、哦，啊，对，播广告。现在我刚刚已经偷点了，咦？啊，不告知，围棋、哦，偷播不究，哦，偷播不究，偷播不究，又是一个名词吗？哦，很可爱。哇，我在纸上画我的迷宫，画到我现在自己脑子迷路了啊！天呐，脑子迷路！哦、我完全没有画他的那个路线哎、欸。哦，看我天呐，我现在好错乱了，我再画一次。老师傅没教你怎么画符吗？师傅，你为什么不教我画迷宫？啊，那个不就是随心所欲盖出来的东西吗？我那个什么那时候自己盖，我盖到后面发现没有出口，还是用画的好了。没有出口。没有出口，没有出口啊就是有出口，可是不管怎么走都是死路，还是画。那就是没有出口，那就是没有啊，就是走不出去啊。还是在纸上画一下好了。纸上，补救一下。啊，我看到哪里就想走。我教你最简单，你那一层全部铺蜘蛛网就好了。
好我的天哪、啊，好烦哦，要走好久、哦。哎、欸，对耶，我打算去扶蜘蛛网，谢谢。可是现在蜘蛛网很少、哦。啊，对呀、啊，对啊，都没了。他说我要对这个关卡不喜欢。找到新的飞框，嗯，用心啊，好吧，你用心找飞框，对，对、啊，我要找飞框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你找回来，你遇到时间都要到了，你遇到毒蜘蛛，跟我们讲一下哦，感谢你，感谢你，你也要蜘蛛网，就没有，我只想打毒蜘蛛而已，打那个。对啊，那个36种哦，34哦，34种怪物的那个啊，加简解一下，我再把地图画一次，然后再去找飞矿。他说反正你画了也看不懂。我想要盖，我想要盖出一个有深度的迷宫。有深度的迷宫，深度歪走富的吧？深度歪走富的。这个深度还是真的蛮深的啦，很深哦。你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自己。嗯 ，You can do it。没有，我已经画了三张纸了。你的卫生纸呢？哦，卫生纸破了。哦哦。你会不会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拿它来那个擦嘴巴？擦嘴巴。小你盖完了，我盖完了，我上次就盖完了。哇哦，快哦，哇哦 ，fantastic baby！ 我的就是迷宫啊，我就是确保它有一条路可以走到之后，我就旁边就乱盖。哎，对耶，怎么没想到？有啊，我有做一点特别的啦。哎呀 ，special 的是不是 ？special 不一样，有不一样。Feel so special, special. 嗯，想吐什么？我真的花最多时间都在盖围墙，来盖那个大洞的围墙，盖围墙游戏。天亮了吗？可是在下雨，我可以关下雨。可以啊，关好哇、啊。我们没有啊。欸、我們有按钮可以关吗？还是要自己？没有按钮。那个书在书里面不是吗？没有讲台，讲台在书，不是讲台里面吗？讲桌没有没有讲台，里面没有吗？啊，南北新政还没新政。哦，有啦，关闭天气。哦哦，谁说没有的？第二页而已。但是第你要把书名说，我没有啊，我没有翻过去啦，完了，我哦，只是考试就写完哦，我觉得这是题目蛮简单的啊，真的吗？我觉得背面那题超难，啊，什么有背面？背面？对，你们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怎么刚考试英文？我有，他居然，而且我很长，你很长吗？我不知道啊，我很常发生这种事。啊！但是那时候是小考啦，比如说小考就是大考应该不会吧，大考不会，因为就觉得小考那应该就应该只有那样吧。嗯，这还好吧，我很快就写完了。然后就那你们有过大考的时候整张都不会写的吗？有啊，有啊，没有啊，没考没有。你知道我讲我大你有到整张啦，就是有一些很多。我最困扰的是翻过来，竟然后面不是空白的，还有不能画画，你知道吗？我是这样子的困扰，画画困扰，想画画，想画画，可恶，想画，找不到地方。申论题，然后就是你就画画。老师，我不会写，我画画给你好了。对啊，欸，真的有人申论题画画哎，可是这到底有没有分数啊？看老师，不会有吧？当然不会有啊，除非那个老师很巧。看你的画有没有符合主题，对，欸，如果有的话可能或许会吧。你的画的那个意境有没有达成？对，啊，要求你感谢你好。因为有一些不是就是他那个国外的考卷上面就是，老师我自己不会写，画一个狮子给你好了。因为我不知道欸，我你讲到大考啊小考什么，我以就刚刚不知道是刚好我的科目是这样还是这样，我就总觉得模拟考考的都比较难。哦，对，模拟考感觉都比较难，就模拟考会比较难，就是真正打考大考的时候，都会发现，怎么好像模拟考的比较那个一点？没错，所以看来不是我的错觉。
通常就哎，通常都比较难。我也不懂是为什么。嗯，我发现我两个关卡的入口跟出口都快被封起来了，然后我在里面盖东西。讲出来吗？解谜咯，解谜咯，摆好你的稿子跟剪刀咯。你们考过段考啊？考试、某一科考过最低分的，你是考几分啊？段考啊？段考还是大考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比较重要的考试，你考过最低分是几分？零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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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考过零分吗？我没有考过零分，没有考过零分，真的有，我是真的有地理。直接零分，数学考直接零分，对啊，我是真的认真，个位数而已，没有到零分。我只知道我之前考一个地理的，然后就是老师说全就是全猜 B 还有个五十分，然后我好像只考了十几分。你还不猜 B 啊？你真的是，对。我认真下去写，十几分靠北啊！别老师说猜的还比较高分谁啊？还不如用猜的呢。是吧？包牌比较高分哎、欸。可是老师也很过分哎、欸，怎么可以逼出到一半呢、啊？对啊。这样就算写对了也会很怀疑、欸。因为不是通常大家会算那个吗？算答案就是差不多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平均的。对呀、啊，如果真的是考题出成那样，我会很怀疑耶。就算我真的全部写对的话，真的吗？真的答案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怀疑自我的时间。我之前就有写过题目，全是一堆 C， 我想说，真的吗？我就改了一堆 C， 结果答案全都是 C， 真的。那就像是什么 C C A C B C A C C A 之类的，全都是 C。哎，我之前也写到这种，真的会怀疑耶。超怀疑啊！很怀疑啊！怀疑人生。你说你五题算下来，哎、欸，怎么有这么多 C， 这么多 A？ 对啊。哎、欸，那真的写到怀疑人生，我真的是受不了。到底是我写错了吗？天哪，真的可能有这么多吗？然后真的答案出来说，真的有这么多，气死了！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吧！我是之前考物理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物理就超难，然后那时候就是半放弃的状态，然后补考的时候，老师可能想说就是给大家比较轻松，就是全整张他就是出证明题，就是公式，就是那些公式在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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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我一个都没有记，就直接交白卷。哇，你也是，那你是很敢的。对啊，你也真的蛮敢的。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物理就已经太难，然后我就直接就是都放弃了。啊，我顶多就是以前写会计的时候，然后写就是选择题猜一猜，然后后面那种就是它会有实际的，就是比如说你要记账的这种账，我要全部放空，完全不写。但是倒是那个真的很麻烦呢、欸，就资产负债啊，业主权益啊，烦死了、哦，很不爽、欸，听、哦、就觉得头痛了。不是，就是他一定要照一定的格式写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爽。就是明明你就可以把它好好的写出来，就是答案是对的，可是他不行，他一定要照着一定的格式写，这样。什么要先写，什么后写之类的。对呀、啊，很麻烦。那我就直接全空。全空。你是蛮叛逆的。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过抗议，然后有成功的案例耶。哇。就是老师规定学生一定要怎么写，但是学生就是简略的，直接把那个答案就是写出来了，然后就是大略公式写写，他并没有把全部列出来。然后这个东西我记得他就去上诉，后来好像有闹蛮大的，然后后来过了，老师就给分。啊，可是会计那个没办法，他的是就是会计这个行业的东西就是必须要那样写，他一定得要照那个方式就没有东西啊。那我一对他那个东西是一定就是要那样。哦，那很烦耶，老实说。对啊。可是其实如果真的你真的出去工作之后，就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其实这就是刚做的时候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嘛。可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顶头上面的一些。头上面啊，就是反正我们都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做过来的啊。不然你不要做，你离职。有一些会想要希望你照 SOP 啦，对啦，对就是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必要的时候，就自己照 SOP 是很
很奇怪，就很奇怪、啊，就很气呀、啊。比如说你要 A 要可以直接拿去给 C， 然后就一定要说 A 先给 B， 然后其实 B 根本就是就只是可能是看一下，那好你就拿去给 C， 然后就是问号。嗯，没法度啦，没法度，没法度。我在想我们的关卡会有九关嘛，对，会有八关全部都是迷宫，应该不至于啦，不，我不是迷宫，我已经盖完了，我不是迷宫，我的确实也不是啊，迷宫很棒啊，迷宫也会是不一样的迷宫啊，也还好吧，对啊，我们是不一样的迷宫，只是你走出来会觉得自己没走出来，你走出来的怎么又是迷宫？还是迷宫啊，换了一个颜色的迷宫，你只是从这个迷宫到另一个迷宫，跟着迷宫走一走，走出来，嗯，奇怪，怎么其他人都不见了？哦，这是平行世界啊，所以已经走到平行世界，是不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了，然后另一个人会跑来跟你求救，跟你说不要走这条路，你千万别走这里，对，你走这里你会后悔。相信我，不要。拍那个脸，那个脸长得像小雨这样子。你说我的梦吗？对，接上来了，接上来了。是平行世界的部分。Hello， 我们常听啊。对呀。我倒真的没梦过平行世界。真的吗？我很常梦到哎、欸。都很梦，很刺激的。因为我会同一个梦，就是会重复很多次。那是为什么啊？好梦，好，我从来没有遇过重复的，我也没遇过重复的。啊，真的假的？我是有重复过啦，有没有重复过？我从小就很常做一些，就是从小做到大的梦。所以你现在有可能还会做那种两三岁做的梦？两三岁是没有啦，就是我有记忆过，我有梦过的梦的那种。嗯，哦，好，就大概国小阶段的那种。好神奇哦！就是可能里面的出场人物会不一样，可是就是环境啊，什么故事背景是一样的这样。嗯，好神奇哦！还是我的梦就只是他是一个超级没有梗的编剧，所以他就是。哈哈哈编剧不好吗？啊，不知道今天做什么梦，随便拿，随便拿。随便拿，这样子有个记忆，好，给你啊，给你啊。然后你大脑真的需要休息，那我就随便让你做个梦，哎。啊，随便给你一个啦，青菜啦。对，青菜，反正有做就好了嘛，有做也可以睡啊。有做就好，有做就好了。我不是说做梦代表睡不好吗？就是等于没有睡觉。做梦是真的很累，因为你的脑袋还在运作。对啊，没有，你脑袋没有停下来啊。嗯。常在做梦的真的是觉得这是深受困扰，哎，真的真的真的、啊、我觉得干气是有时候这个梦我好像知道接下来了，那我就醒了、嗯、然后就再就醒了，对，对呀，对，很气耶，接下来梦到底怎样，那我看完呢、啊、我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哎，然后就很想再自己逼自己回去睡了，那有些我还是真的是可以把梦回去，好强哦，很厉害，好厉害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已经是我睡着之前就告诉自己说我好想知道后面，我然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想要睡着的时候梦回去的那个感觉，对、啊、你说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对啊，哇，还可以这样啊，平行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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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贵啊，你们真的都很少这样的经验吗？我真的很多个，很少、欸、比较少，偶尔会接下去的梦那种，嗯，我超少，我基本上就是我不想梦了才会接下去。我好像几乎如果一醒来，然后觉得好好好懊悔哦，好想要把那梦继续梦下去，我再躺回去就可以把它梦下去。真的、哦？你这是遥控室嘞、欸，遥控室做梦。可是我醒来再马上继续睡才行，就是你不能太清醒的状态下。哦，不能太清醒，你是说半梦半醒？就不能醒来，然后吃个早餐，然后就是晚上想要好想回去、哦，不行不行，这中间间隔太久了。对，太紧了这样，间隔太久不行了，不行不行。欸、可是控制梦是真的有这个名词哎、欸，我之前有真的看过人家在做这个介绍，教你怎么做控制梦，真的假的？好酷、哦，好酷哦！只要入睡的够快，都可以接回去。哎、欸，我不行，只要睡得够快，你就可以继续做。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啦，我觉得。嗯，就是
那个不是说有哎、欸，你们觉得预知梦这东西真的存在吗？我是觉得你说既视感吗？有啦，或多或少。可是因为我是真的有好几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预知梦的这种存在。有。可是这个有一个名字，就是可能会某一个画面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我之前就是有梦过这个东西，有看过，就好像在哪里看过这样。没有，我不是好像，我是知道我之前就梦过这个。我是有、啊，就是对啊，我很常这样哎、欸，就突然某一个场景快到的时候，我就会哎、欸，等一下这个好像有点怪，然后我有时候还想说可不可以就是刻意去回避它，然后发现不行，还是为什么你要回避它、啊？就想说就是这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假的吗？还是怎样？可是就会发现哎、欸、不对，我还是会到梦里的那个画面这样。Oh. 哇塞！会啊，我也会预知梦，等下次在梦里面多看一下那个乐透号码之类的，我也好想轻松彩之类的啦，轻松彩啦，轻松彩完了，好想要中。先中小的再中大的，可是我也只中过一次而已。你有中过了？没有，他们老师还梦到前身呢、欸，前身也太狂了吧？可是他怎么知道那是他的？那怎么知道他真的那个真的是他的前身啊？对，他怎么知道？潜意识吧，觉得。我跟你讲，你搞，你别干巴人讲，你别干巴人讲。没有，没错，这个就是我这样。就是我啦。我会中，我想喝个水，不要摔死。生命卷，四年前梦到自己追一群实况组，然后不停撒钱，真的是做梦。最近不是现实吗？不是现实吧？你要跟他讲进行式吗？你要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实践一下你的梦了呢？蛮缺那个酷东西的，蛮缺那个 cute 东西。对，哎，哦，放反这样子的。BC。后面可不可以设重生点、啊？后面，你说直接在里面设重生点，是不是？对。你睡在那边啊？哇！拿一张床去睡就好。对啊，那你就问谁在家，然后就这样就好了。一批出来。对。你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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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哦，我是说那个迷宫啦、啊。对啊，你在你迷宫里面睡觉啊。你让他其他人玩的话怎么办？啊、不大家都睡啊！哦、你是啊，你是说记录点哦、喔？对的。哦，那好像有点难、啊、危险哦。我还以为你是说你要你的来回走，你的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那你的会有生命危险啊？不然怎么样？想说最后来一下、啊，有 Jumper 的都有生命危险，有没有？最后来一下，哎，我的天！还是你觉得你盖完之后你会有生命危险？你说大家在玩的时候吗？我没差啦，随便。在玩的时候也可能有生命危险啊。哦，在玩的时候生命危险。哦，你有生命危险，那你直接在那边睡床就好，反正没关系啦。对啊，好，也再让我们砍一下嘛。怎么啦？哎，我们附近有一个小时。就梦到跟自己长一样的那个，不是听说有都市传说说那样其实很恐，那个其实很不妙嘛。我说看到跟自己一样的，还是说梦到你不认识的人，我忘记了、啊，反正就是有一个讲梦到应该说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吧，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啊、看外在另外一个自己，对的哦。但是那不是说梦啊，那是说现实啊。哦，对啊，那是现实哦。我一直也是梦，现实看到的，现实看到这太可怕了吧。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就是只会有一个是真实的，会被帅死哎、欸！可能是看到自己，可能是那真的是自己，只是你自己灵魂出窍了。对，然后哦，那但你会，可是你会灵魂出窍，代表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没有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你在醒的状态下、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你牵了一条线的，牵连到你的肉体那种感觉。哦、放风筝，放风筝，那请问那条是什么？肚脐吗？脐带？
哦，那个脐带可能是凹，肚脐是凹进去的，不是凸出来的哦，不是团团的。然后会有一半一半白色的。啊，如果你发现那个是凸出来的话，那可能是，哎，不是你，那不是你。嗯，然后结果他打看着你说：“终于找到你了，我失散多年的姐姐。欸”要我？跟你讲，你不要走这条路，等一下都是平行世界。又回来了！我们是在玩从前吧？把故事都接回来了，大家都回来啦！不要走这里，那里有一只蟑螂会飞。蟑螂会飞到你的前面。对，而且这种蟑螂在你房间，不要，还是你家猫抓了进来的。天哪，你那只猫远一点。等一下，不要说这只猫，它会叼蟑螂给你，旁边那只它会叼老鼠给你，你要哪一个？哇啊，大对决、哦！你都不要吗？你很诚实，都送你吧。Oh no！ 惊死哦！哎啊！这个晚上怎么这么久啊？对吧、啊？今天这个晚上真的还蛮久。嘿，有人砸瓦鲁斗了。嗯，谁？谁？啊，瓦鲁斗。阿里奥斗。阿里奥斗。阿里奥斗。钓鱼在哪？在地底下。好。他在抢怪。哈？什么意思？我们在地底下 打那个。哦，那我要过去找你了，要回哦。喂，你我等下冲过去扁你。现在晚上你们在这边打不好打吧？没有，我是从白天打到晚上了。哇！我想要冲我的裤子。好，那给你打了，我走了。要改去都怪都打完了，然后跟我说都给你了。啊，就是最后一次我打完了，然后剩下的都给你了。哎呀，出来的给你打嘛，自己慢慢等哦。你人好好哦。对呀，不客气。所以之后你就，所以之后你就又会看到一个长得跟小羽毛一样，说你不要过去那边，他会把最后一个打掉。没有，你今天晚上不要去墓园打，为什么？因为那里会有一个人把你的怪抢光。那个人他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啊？我不能跟他见面，不然我就会消失。我只能告诉你。笑。那我还是让他消失好了。哦，一起消失，真派呢，太恐怖了。真的，天快亮了，你快可以继续打。嗯，谢谢哦。客气。哎呀，这么客气呀、啊，要不用、啊。哎呀，不用啦，苦力怕吗？啊，不用啦。Man 啦 ，Man 啦，哎呀。斑斑啦，花一枝花啦，都认识这么久了，还这么客气呀、啊！哇，客气的，哎呀，气，还是客气，客气，气，很气哦，气哦。广告时间，无情的广告机器，嗯，上线喽。对，我来去打怪，嗯，打怪喽。要去找怪物了。好。Yes。 是假的，砍三刀三，不，砍三只蝙蝠，三只蝙蝠连续掉唱片呢。哇哦！哇哦！是我丢的呢。哦，那还你。S2 S1。都是速度哎、欸。对啊，快还要美败哟，美败哟！哎、欸，你好久没讲这句话了、哦，有吗？美败哟，美败哟，哎呦，美败哟，注意呀、啊，给我，嗯，哎、欸，对，因为后来这个任务解完了吗？那个134只那个。没跳啊！约 RTC RTC 音乐，快醒醒 ！RTC 了，怎么了？约，我去厕所了，
怎么了？哦，原来去厕所。我们以为你 RTC 了。啊、没有没有，去厕所。他说你那解完了没？我还没去打，我现在在想办法弄一张海底机的地图。哦。海底机的地图。哦。去挖海绵。是吗？他不是要去再打一次远古吗？那他要打那个啊，远古吧。打那个远古生还是什么？可是你上次不是从之后哦？你要再全部再重打一次是不是？他要打大跳跳。我他有打过啊。后来去看了那个角色记录。全部都有，就只差远古三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缺他。对，就打跳跳啊，打跳跳，不知道。可是我记得那时候你有打过啊。对啊，你那时候一个打三只哎、啊。那时候对啊，就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很疑惑啊。为什么平行世界的你？对，世界里帮你打的。都开始平行世界，大家都做一样的梦哎。你以为是你打的吗？其实不是啦，曼德拉效应啊，大家都以为你打了。我以为是我有成功打到，结果没有，没有啦，不要难过。海底鸡的地图听起来很好吃。海底鸡，海底鸡，好吃。突然讲了，觉得好像很香哎，很香啊！突然饿了，吃？你哪次不饿了？海底鸡对耶，你哪次不饿了？我哪有？我哪有？海底鸡怎么了？海底鸡其实那时候我们有今天跑去那个去补货，去那个大卖场补货，嗯，然后看到海底鸡罐头其实没什么人买耶，啊，这是真的，真的没什么人。我看就是要尾鱼的也快空了，然后什么面筋也快空了，就是海底鸡就整排全满的。嗯，不是海底鸡就是尾鱼罐头，对啊，不是尾鱼吗？对啊，它就是尾鱼罐头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没那么热门的。然后像那个水饺，就清一色就剩下一某一个牌子这样，对，剩下全部都空了，超好笑啊！怎么有人死了？他在测试他的那个吗？没有啦，我剩半个血，然后传回来就再见了。哦，是不是传错人了？没有，我传点那个呢，回家都会摔一下，摔一下，会跌倒一下。嗯，结果就是那个半滴血。对，我就剩半滴。对，那你可以理赔。找谁？找谁理赔？找谁赔啊？那就跟酱油讲。酱油，你上次那个副本，他已经赔我三十了，不要再酱了。啊，我已经亏损三十颗了，不要再逼他了。对，哦，我终于把我的关卡想完了，耶！yeah, 恭喜你，辛苦了，恭喜你，我们来打副本吧。哎呦，现在吗？等你啊，等我一下哦，我等你啊，我把它布置完，安利呀。等你一万年，藏宝图。哦，藏宝图，现在看到藏宝图就很开心，因为不用找了。嗯，对，就直接知道方法了，方法了，方法真的很猛。忘记了是 Y 轴七吗？九九九九九，好好好，懂了懂了。啊哈，九九。啾啾啾！没找。East South 这边的对。哇，不是有呀？我每次就是从那个副本那边啊，不是副本那个活动那边，然后我就做了一样东西，然后回到就是要来这边放。然后放完之后，哦，又一个东西，然后又跑回去，回去我已经这样子来来回回好几次了。我天哪！你在做梦？你在做梦？你在做梦？在做梦？在做梦？对，赶快醒来！对，我在呢。九九九九九九，这里。哇，就是这个。按摩摩。嘿嘿，找到了。到了，有弟弟，成功了，弟弟，耶！开心。
我出来干嘛的？哦，不对，我是要打怪的哈。我是出来干嘛的呀？又一个那个了。我是来干嘛的？我是来干嘛的？这里是哪里？打开冰箱突然忘记自己要干嘛一样。真的，我到底打开冰箱要干嘛？啊，我冰箱打开，我要拿什么？哎。啊，嗯，算了，都拿，通通都拿出来就知道了。遥控器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就是打开冰箱之后，就想说拿完东西之后就把东西放在。我以为是都市传说，我也觉得是都市传说哎。会，我就把拖鞋吗？还手机？我无话可说。手机，我记得有人放手机在冰箱。手机，然后我要谁呀？他一定很帅，对不对？有，我不知道是谁哦，好像是我室友哎。不知道谁呀？对啊，我手机，然后钥匙，因为早上起床钥匙找不到，在冰箱里面找到。我只是觉得说钥匙太烫了，所以要冰一下。我就你知道回家就想说顺手开个冰箱，然后就放进去。好有。我第一个时间竟然不是去挂钥匙，而是去开冰箱，你知道吗？啊，对，我点心。好，找到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去买的点心，这个是冰在冷冻室里面去啊。那这样也不错啊。冰冰凉凉的，他买的是那个叫什么啊？提米拉苏，半月烧，半月烧，还我刚刚原本想说五点的时候拿出来，想说你等下晚餐一起吃，然后放在外面忘记吃，然后想说七点的时候拿去冷冻库冰一下，等一下七点半吃，现在九点，9点了，哇，吃起来应该不错吧？我记得我以前有这样吃过，哎，还行吧。很硬而已啊，听起来好像很冰哦，好像很硬啊。他是咬下去的瞬间在笑啊，冰哦，啊、对，他咬了在笑，没事的，鸭子没。你当冰棒甜好了。嗯。流毒是在哪个地形才会有啊？嗯，冰雪，冰雪，嗯，啊，台中哦，嗯。对啊，在台中。台中，台中怎么打？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庆忌吧。嗯，没错啊，那边是射东西的，没错啊，怎么了？对啊，笑死！他等下就拿冰雪子弹来揍你。人家那边住着一个女王，你们不要这样惹她。你有。那个什么，那个巧克力世界王偷那个他那时候世界王，那个巧克力不是有 po 一篇文，然后就是截图哈基，然后说呱呱嘴，然后他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说冰雪聪明，我觉得超好笑。对对对，冰雪聪明哇，你冰雪聪明耶，强哦，强一军呢。之后看到之后看到巧克力说，你冰雪聪明，我真觉得你很聪明，冰雪聪明。哇，好厉害哦！我看到这我整个笑死，好毁啊！哦，苏哎，我终于看到了苏，那个苦力怕的那个卷轴。我觉得变难掉了哎、欸，打了这么久，终于打到第一本了。哈，你是第一本哦、喔？对啊，我从来没打到过啊，我以为是都市传说。假的，你从来没打到过？哇！对啊，我从来没打到过啊。哦，他是不是有换怪物啊？我刚刚打副本的时候打到两本哎、欸。女巫也会掉，女巫也会掉，女巫也会掉，女巫都掉。哇，那你很幸运、欸、我没有啊，我刚打没有。你是幸运月月呢、欸？幸运月，几率是的确我不知道有调到了啦，我调的那个就是我给干爹妈的那个几率。哦，我有感呢、欸，几、哦、率超低耶、欸。改回来，改回来。好、哦。可是你怎么打了两本的？你几率调低了，你还打两本？我不知道，我觉得躲哎、欸。哦，你说他哦？他是超级月亮啊！啊，对啊，对，他是超级月亮哎、欸。天哪、欸，超级月亮、啊！点月呢？那这样云月你应该眼睛要变红色的。血月啊、哦！最近眼睛有点红啊，对，可能那个题目太看太多了。所以是宇智波家族。宇智波月。宇智波月。哎，蛮好听的啊。宇智波月。改掉了乌，来盾牌。我已经想好我的解谜密室主题的房间名字叫什么哦，一二三，一二三，取个名啊，还不错啊，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嘞，四五六七八九，新增字，
新增资料夹一，未命名一，未命名一。哦，打完了，终于，我也要一只，我也要一只，我也要一只，我要一只，我要一只，有，还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讲了。还有另外一张地图哭啊，打完了，这个没有左右，我找到，我找到了，我找到一只了，别克耶，不，还有一只，这里还有一只，然后繁星，这一张图，好，上去上，我们离远一点，这里有点危险，我们上去聊，别克你打过了，离开啦。好，我离开。那张图也是附近的，也是附近的。附近的，嗯，也是附近的遗迹。好的。我看一下怎么跑。哇，黄金牛布啊！你们有需要牛奶吗？我带。古灵，那你分我一个好了。好。来。好。感谢。啊！那我之前那个字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西。啊！东。西边落下，这边。哎，我刚看我家薯条，你有床给他睡，他睡地板，我在干嘛？他可能觉得很热吧。哦，这样啊。天气色。啊！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的良心不臭吗？不是，你要赶快讲啊！我刚好沉下去，抱歉。很厉害，想到快溺死了，传一个，结果还是溺死了。好惨哦！大家都在神坛，看来你的良心很痛哦。阿云出不去了，我在家。请问这怎么出去？我还在画地图。你。这个跟你讲了，感觉会爆雷、欸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直接挖出去。你直接挖出去啊，不然会爆雷。不要传我哦。哎呦，怎么了？在水面上也不行，在水底也不行，你真的是很……哈进我快照另外一个，要不要打？好。好啊。在前面。哎呦，僵尸村民哎，究竟是？村民僵尸呢？还是僵尸村民呢？杰克，还是为什么外面有十五个羊毛啊？这是不是你的啊？15个羊毛？对啊，在你的迷宫外面啦、啊。真的假的？对啊。哦，15个羊毛。那你可以直接来，可以把我送进来。好，我了解。啊，还是我捡不到了。他就到了，没事。又到了，要回去帮你捞牛奶吗？我先打看看有没有。好啊，牛奶我这里还有一罐。好，我看看有没有可以马上打到，马上打到我就不用牛奶了。我会帮你找啊。这在正在晃，看看在哪里。好。我要去找废矿啦。你怎么还在找？我刚刚画地图吗？我终于你怎么还在画地图？搞完，还在画地图。我终于画出一个我印象中完美的地图了，而且我没有迷路。梦想蓝图，梦想蓝图终于画好了。梦想蓝图，我要去找蜘蛛网了。我也回来了。哎，那我要带剪刀哦。哎，我打到了耶耶耶！ Yeah. Yeah. 是有那些。隐形药水是三只隐形蜘蛛的，女巫丢的吧？怎么样？怎么说？墓地前面有一个僵尸村民坐着船是在守墓地，是不是？那个是没有啊，小雨给他的吧？留着啊，小雨的吧？守墓人呢、欸？他是守墓人，不是留一下吗？哦，我想说，可是我还在打、啊，现在看他看着我就我原本想说把他带上去，就想一下上面好像是玻璃的那个，好像会烧死。现在晚上了、啊，走吧。现在晚上了吗？走吧，对啊，晚上了。晚上了，换那个好了。我测试几率了。打吧。啊，对哈 ，reload。reload。我卡了，要死我！我刚刚差点吓到。死啦！哎呀，守墓人，不要打我。
还有两只，我要穿一万个，十万、wow. 哦，十万个，哇！我一传过来就有烂掉的地狱门哎，我的天！烂跳的地狱门，烂跳的地狱门，这种不是黑曜石的那种。好好好好。啊！要晕吗？好啊。嗯。他应该要追我吧？啊，睡啦，追你哦！他还拿刀哎、欸，他不是劈死你呀、啊？好凶哦！还好了，我血很多。凶吧，皮很厚。我会不会跳自己跑步跳到死掉啊？好恐怖哦！为什么？你们有谁在家、啊？我在家、啊，你可以批评我。好，我要回去回个血、欸，不然我要死。嗯，啊，看到我自己跑步跳到死掉。对啊，我赶快回去补个血哦。哎、欸，你怎么卡了？你怎么不动了？哦，没有，我看他突然卡一下。可以啦，我的跑酷大家一定都跑得过啦，我没有什么四格极限跳那种可怕的东西。哦吼，哦吼，没有四格，没有四格，五格跳不过啦，完全跳不过的啦，没有再跟你五十三啦，绝对跳不过啦，没有让你过关的意思啦，没有让你过关的意思，绝对跳不过啦，绝对跳不过，想让你过的意思，没有跳得过啦，只是高一格的Neo而已啦，没什么，隔两格Neo，那我是不是该弄个Neo啊？然后我直接跳过、哎、我会跟你讲我会卡在 Neo 那边卡一整天哦一个小时我说我完全不会跳 Neo 那个巧克力就我是随缘过来我是随缘 Neo 法随缘随缘 Neo 那感觉很半藏哦还不错啊这首歌还蛮水逆的啦水逆蛮水水逆逆有吗水逆逆有水逆逆有逆水逆逆有是怎样跳过去的时候会突然有水下冲你逆有那个唐老师会出现今天你水逆好烦的好坏坏怎么不能冲人后面的我可能差不多可是感觉好废哦怎么办你说谁我自己的没事我觉得我很废 是有巧思啦但是觉得盖起来好废哦哇哇哇欸见鬼了我倒退路欸我把它遮起可以放进去初步你蛮兵是只有在那种黑石遗迹才有的是对而且它好像不会重生所以你要找新的哦不会重生是蚊子有打到吗？没有，没打到。哇！亏！我会重生，找到旧的了耶！啊！有没有多的介符合啊？没。有。给你买一个啊！要放哪里？哦，蓝币啊，不是，是蓝币，不是，啊，红石有点难。僵尸你在哪里？嗯，我被一只僵尸一直咬，然后我看不到他在哪里。不是隐形僵尸，跑太远了吧？重置看看。哦，啊，音乐爆了。对啊，重灯！我重灯，我重灯，他重灯，我在找。好。啊，他绿绿的，啊，绿绿的，看他。他已经变成一颗球了。已经变成球的形状了。对。嗯。啊！我又快摔死了。
完了啦，有人关卡会出人命啦。没有啦，是我在各种测试，然后就太我太烂了。你们这好恐怖、哦。那万一比你烂的人不是死更惨？要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没有，我最近脚很残。脚很残，脚很残，天残脚啊！天残，我不知道多少。证明哦，这种关卡是会死人的啦。恐怖哦。How much？ 打 call 啊 ！I thank you. How dare you much？为什么刚刚会听到有人在讲 How dare you 啊？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曾经也是很夯欸，那个名。How dare you？ 先放着，改天再。是问你爸是谁吗 ？How dare you？鹅蝶油什么东西啊，有人要看不下去了。阿汪要先昏倒了，还好还好，我要昏倒了，我的天，昏倒汽水，昏倒的昏倒，跟我想的一样。昏倒汽水，他到底是昏倒的谐音，还是他不小心翻倒的汽水？翻倒汽水应该是翻倒的芬达汽水。哦哦哦，这么精简，简称简称简称。哇，你好像很精简哦。好会呀、啊！什么倒灰哦？好会呀、啊！好会呀、啊！倒灰哦，30块。打我的超能力就是倒灰呀、啊！我在看到狗狗的影片之前，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就是倒灰生人会，这个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我最喜欢那个迷音，可是现在换狗狗了，哇，现在变狗狗了，变狗狗了，可爱的狗狗，很可爱的狗，你们很烦，可是那个真的很好笑啊，狗狗，狗狗，你最后其实不是只有叫而已，哎，他最后是叫，Oh my god，Oh my god， 对对对，Oh my god。哦，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喜剧节奏啊！对，他结束的很棒。对，赞呢，我好喜欢那个。你就是喜欢有个反差的，不是吗？对对对，落差。对啊，真的。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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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爱的狗，好吃的狗狗，十万个心啊！的狗，好吃的狗狗，再见见。好。你看，还是你是在说那个那个狗狗是那个，就是之前那个网络上很夯的那个，就是那个沙皮狗兵，那个沙皮狗兵，哦，要戳下去，那个沙皮狗一直看着主人嘛。对啊，然后就这样逐渐被你戳爆，这样马上跑掉。求狗的心理阴影面积，超害怕的，你知道吗？好可怕哦。叮叮叮！我昨天有人听同听，锵锵锵锵锵锵，好了好了，我居然可以盖好耶！哇哇哇！可是我的外面看起来是没有好，不过没关系，里面是最大家都看里面，看里面就好了，大家都放弃。哇！我已经很努力了。哎呦，你们觉得盖不完的有什么惩罚、啊？盖不完的惩，你是说如果没办法一路走到底这样吗？不是，是盖不完的就，要给他继续盖吗？还是你说下个月看他下礼拜吗？你意思是什么、啊？对啊，对啊，是只说没办法从头走到尾，还是只说是只是纯粹一些外壳墙壁没补起来之类这种？嗯，就例如可能迷宫的话嘛，就是你可能没有盖完，就是可能中间就断掉了，或者是没有走完，哦、那或者是机关类型的，可能就是根本就没有法解这样子的状况那种。哦，有 bug 就对了啦。对，可以了，我觉得那就让他盖到下个月。下个月，下个月，你看现在五月嘛，下个月了，对吧？下次玩就直接下个月了，那怎么办？酱油，哎，你们要参与一下？太短了，对啊，问他要不要参与一下？哦，参与什么？话题啊，
身为一个目前最可能盖不完的人，或是机关可能出问题的人，哪有？哎、欸，我就单纯的迷宫，没事啊，就单纯。就单纯迷宫怎么可能会盖不完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什么迷宫？不是呢？哎呀，我现在只差那个蜘蛛网哦，如果没有，应该也没关系吧？嗯，就是有蜘蛛网跟烦躁而已。对，就是想烦你们，然后我自己会被烦到，自己会被烦到，烦到，好烦哦！自己走也被黏住。哦，我需要去捞水水，需要水水，水水，可爱的水水，现在要这样是不是？关闭天气。喂，怕啥怕啥？玩太卡，我拿错颜色的羊毛了。哟，放到烟。嗯？哇，好痛啊！嗯？感觉平常咪咪很容易看到废矿的，现在却都找不到。因为你现在是有心要找他，对呀，你必须要无心。无心，我倒是峡谷已经找到三个了，我傻眼。你现在呼唤他，呼唤他，每次都想呼唤你的名字，你的名字。那是哪一首歌啊？就同名词啊。歌名不知道叫什么。嗯，呼。就打嘛，就跟都是你的错一样，也是可以找到歌词的。哎、欸，我经常找歌就是先找那个歌词，找歌词，找歌词、啊，然后通常都会跑出奇怪的东西。为什么？什么奇怪的东西？我通常都会跑出歌词网啊，就很正常。对啊，就是出现魔镜啊，没有的啊，倒是没有出现。你是不是吵跑什么网上去啊？找什么歌啊？对啊。那你的关键字下的很不对呀、啊。我没有，平常搜寻的东西就对。哦，好吧，你的演算法。你的演算法。听我解释。好，听你解释。好，来来，你讲。你讲，你讲。我嘛唔知咩讲。听你讲。好啊，那暖的啊，听你解释又不解释好啊，我没听你讲，你讲麦讲啊，怎么是小事？啊，有人死啊！哇，你不要听你的解释，你看我死掉了。他不理我。哎，那我跟你讲，你别再讲白了，讲你讲好啦。哎，我永远都只会讲这句，我觉得好笑。干嘛呢？干嘛呢？都不说其他的。哇，哎，那只小村民活好久。对啊，不是他不追其他人呢、啊，因为我有偷打 他，他不理我，那给他，给他跑，我砍到他吧，对，应该是，没事了，他死了，嗯，想说留着，他走的，我也有一边想说要留着，我刚刚留着意思是想要让没打过僵尸村民的人打，哦，对，那楼上那只还有一只，他在哪里啊？圈养起来了。对啊，我帮他取名字了，先把他放着。哇，那边太多蝙蝠了吧？好多。打起来，打起来！哇，达瓦鲁豆了，没关系啊，这样子是。达瓦鲁豆。哇，我没找到蜘蛛网，但我找到了钻石。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可以用钻石买蜘蛛网吗？第一个走出来的可以拿到钻石窝。你在玩印加宝藏哦？好像蛮错的。印加宝藏，印加宝藏，现在离开了就可以拿到东西喽。那中间会不会弹？会不会弹？会有怪哦。当然，我但是都弹到底的。会山崩，会山崩，会山崩。那哪吃不弹？僵尸。嗯，我还是觉得。烧你很厉害，每次玩都可以那个。啊、你还记得之前跟乔玩，啊、我觉得很好笑。后来我们再玩一次，我没有啊，就是当有人发现我那一流派的玩法之后，就没办法了。又不啊、哦，嗯，看穿小雨了。哎呀，看穿效果，真的。但有人要跟我抢掉在地上的宝石之后就没有办法了。你是不是走进去一段路，然后就往回走，然后去捡那个掉下去的？对啊，我就看，哎、欸，这地上掉了蛮多了，该回家了。我就跟他手牵手一起回来。他就一直跟我手牵手回家。好像可以回家喽。李克你好了。差不多，等一下哦，我再稍微修一下。
啊，对哦，你在家好，失忆吧。有没有要打僵尸村民啊？又一只哦，是村民哦。僵尸咚咚，僵尸脆，僵尸的耶耶，就那个什么黑黑白配的吗？对啊，没有啊，就是僵尸脆啊，僵尸脆啊。你没玩过吗？没有啊，真的，他也戳人家眼睛耶。对啊，不是的，不是我们眼睛，你是你是我们错了，那我没有我没有经历过这怕，你没玩过，我没玩过戳眼睛这么凶残的，我也没玩过，就两只手往前戳去戳人家，他是戳戳，我的天哪，什么什么，你玩的游戏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哎，玩的游戏是很像，但是，哎对吧？是蛮像的，但是你的有点凶残就是了。对啊，好像哪儿怪怪的。啊，真的假的？脑壳疼啊！不然你的手伸出来是要戳哪里？这也不会到戳眼睛呗。呗。宫崎不要坐着玩的时候不是就戳眼睛吗？这距离也太近了吧？对啊，你就是那个是真的是手与眼睛的连结。没有，我们这是真的就是要玩僵尸脆的、啊，真的是要吃了才变僵尸。对，我觉得你们这个应该不是真的要变僵尸，而是真的要脆，转身僵尸要脆了，玩僵尸，玩到生气，不要玩了啦。没有，他会直接变成僵尸啊，没事啦。啊，就跟我没有，我没说戳眼睛不可以玩的。啊，真的吗？又是平行宇宙的玩法了，是不是？对。没有，这时候就跟我通常都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人玩过 Q O O 拳一样。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拳？那又是什么？就是，突然不好讲理啊！就是一样 Q O O 啊，然后。因为他那个不是广告词是什么？有种果汁真好喝，喝的时候酷，喝完捏红红吗？然后最后面那个就是猜拳啊，终于就是猜拳，然后输的你就可以捏人家的脸，然后一边捏一边说喝完捏红红，然后把人家的脸捏红。你不是呀？我突然想上开了游戏，只是要把捏人而已啊！你有玩的哎，你做这个，这个我有跟到哎，对啊，我居然有跟到。你歌都唱错了，你还跟到？我的天哪！有了，小雨这样子讲就有印象了，这个有这个东西。对啊，我觉得。可是那通常都会只会跟那种喜欢你自己喜欢的。对啊，这是男生发明的吧？就是真的吗？可是我是真的捏超大力的那种。真的啊！你就是我们班上那种跟人家猜拳输了打巴掌会从教室最后面助跑的家伙。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每节下课在专门把男生追到厕所让他们不敢出来的人啊。哇，好凶啊！你要想，搞不好他们觉得很幸福。对啊，对啊，对，我们是一群抖 M， 所以小雨从以前开始就开始训练抖 M 的吗？没有，我就说过，我以前有一个国中，哎，一个国小的同学，他就到后来我们高中在聊天，他就说，哎，我小时候喜欢过你，可是你以前太凶了。喜欢是喜欢，但是为了生命安全还是不要好了。要是我不能跟你告白，因为太凶了。真好笑哎、欸，好有趣哦。啊，那这样子我以前有跟一个同学玩过，可是那个就。真的，你们一听一定会觉得说，这根本就只是纯粹想打人，就是剪刀手部，然后赢了可以打输的人的手背这样。手背嘛，手背啊，手背的很长啊，对吧、啊？就是你是喜欢人家就这样子，没有啊，我打到别人手超红，你越讲越小神力，越讲越小神力，不是啊，有时候我就打轻，我就觉得没有很大力，他们都说痛死，我说哈，真的假的，有吗？熊猫的力道跟人可能不太一样。功夫熊猫哎、欸，从教室后面助跑已经没什么吓到我了。一、二、三、四，太好笑了。我找不到回来的路，我怎么下来的？就你那迷宫也不太妙哎、欸。迷惘。哎，怎么样啊？所以小雨，你以前就是那种
人家所说的恰北北，恰北北。对啊，我是啊，我是到后来就是，我是国中后来就觉得好累哦，哦，原来是很累哦，累啊、我不想听你累我说。没有、欸、跟我到国中后来那个就是，因为我到了国中是我完全不一样的校区，所以完全没有认识的人。哦，没办法欺负人了，就比较收敛了这样。对啊，后来就觉得哦，好吧。我爸就是可能比较正常的人了。你欺负的都不在了，比较正常的，欺负的就是比较正常的存在了。是可以打是不是？啊？烦心我喝啊！你喝啊，但是要按吗呢？要按吗？这样个？明仔啊，准备啊！现在时间大概是三点了。嗯，是哦。你要打快一点也可以啊，那来啊，赶快啊！你东挑西挑，等下就五点了。那我就要挑五点了。再摸人家东西都要卖完了，你再摸对啊？极限模式。你那有啥？我有个攻击三，没有 T 三时间喽。我有 T 三。我这边工地很少哎、欸，我有 A3 T3。你要什么的？我刚刚把箱子楼上箱子整理好，你们可以看一下。A4，我差点跳了。哈哈哈哈哈哈！印加作者出现了，对，印加作者出现了，给你看，我要这个。哦。作者很像还是你要 T2 哦，我有 T3、欸、没有，我没有更高的，你有更高的？我有啊，我刚讲了，我要 H4 哎、欸，那 H 换 H4 啊？嗯、啊，你拿起来啊。那 A 要4吗？还是看你啊 ？A， 我看一下差多少。安布雷拉 ，A 啦 ，A 啦，我觉得，而且至少我不看这么了。你不能看，不是不看，不看，怎么了？会破梗，会破梗，就是破梗，会破梗，没有 A3 的，没有 A3。哦，我打到，我有 A3 啊，那个了，然后 A3 看看，新的那个不好打，我打到 C 的。好了，我要去准备打副本了啊！我终于 C 啦，我里面盖完了，我好开心。辛苦了，辛苦了，恭喜呀！是三差35颗，好吧，打简单一点了，好啊。哎呦，比较保险一点。哎呦，就这样了。嗯，啊你黄昏了，要换盾牌什么吗？盾牌借我啊！来给我两分钟。完了，够了，410颗，够了哦。够了哦，够了哦，晚上了哦，你最好是快一点。晚上，那我们还是白天再来好了。我是不是跟你讲说你挑一挑就五点了？可是时间来得及吗？那你来啊，白天就来不及了，剩对、啊，好啊好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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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剩下十三分钟，你要保护好我哦，我尽量，我尽量，我哎呦，我先把你往前打。现在还可以 key 进副本吗？你会死在里面，你试试看啊，你会死在里面。没有，因为我想说踢回家，如果不会进去，我就踢回家。你就问其他人在吗？对啊，阿月月在外面。那我要踢踢，因为我迷路了。哦，哇！然后一踢光，马上挥刀。妈呀！阿走又是每个都看我。哎，丢到我了！我在楼上，牛丢药水丢到我。师傅，啊，你先处理后面的吧。没有啊，在那个、啊、箱子里，仓库箱子里那边。哎，卡了，哭啊！前面卡了，都卡了，哇！啊、哦，谢谢。没人传送。嗯，我刚刚瞬间卡了一下，哇！我还我今天也会突然卡。你死了吗？我没有，没死，没死。爱在跑，跳跳。哇，搞得太快了！但是杰克的血量，嗯，对，不是很好。哦，担忧。我刚刚已经吃掉两个那个两个汤了，变菜汤了。哦，没事，我刚刚那个副本我吃了十几个。可是你那个，那你绕怪，我地上有汤。那个打过很爽。
对啊，我边走边跑，边走边跑。啊，地上地上。我好像没洗澡，等一下，我再绕一圈。嗯，在地上。在我附近。所以只有，所以只有我为我的解谜房取名字吗？应该吧。对，应该是哦。那我应该可以取名为杰克的粉红红丝绒蛋糕，这样可以吗？红丝绒蛋糕。小雨觉得生气。我觉得那个不是红丝绒蛋糕，那个颜色不对。啊，你的红丝绒蛋糕都用色素啦？那个都是假的啦，真空色素。你那个应该是草莓什么东西才对？对啊，应该是草莓吧。那是草莓蛋糕。李克，你都打过了吗？也是可以啦。我好，我如果稍微摸一下了，真的好，因为有蜘蛛在后面，好、啊、太难摸。哎、啊，等下等下，不要电脑突然更新了、啊，白痴哦、喔。嗯，哎、欸，好吧，那你的卡会不会是因为电脑关系啊？哦，在下载那个。好，没有没有，可是他是、哦、下载什么？我是一直卡住什么，无法更新 Windows。哎、欸，那蜘蛛追不到、啊。欸、会跳这个哎、欸，你们会因为那个不要原因是因为模拟器。哦，是哦，哦，对，好了好了，蜘蛛死了。我在想说为什么会跳那个，然后我觉得很有点烦躁。那个下角一直出现那个什么启用 Windows， 你到底要怎么消掉？哦，那你是盗版的，你是盗版的，我是正版的呢。那你有没有验证？那你要打序号啊，你要序号，再输再打一次，序号再打一次就没事了。哦，因为我想说之前都没有啊，然后突然间一次更新、啊、一次更新完就有。你之前不是电脑问题，应该是重灌吧？重灌，重灌可能没 key 到那个吧，没 key 到那个，哎、key 一下就好了。好吧。阿宝装来啦，不是没有用哎、欸，没有感受到。好干净。你们买那个 Windows 是买有盒子的吗？我是随机版的，我自己是跟电脑一起随机版重灌就没了、啊。对，重灌重灌就没了。对，你要知道这个 Windows 盒装的。你如果在买电脑的时候，如果买 Windows， 你要知道它有分两种，一种是随机版，一种是有盒子的那种。嗯，对，要买盒子那种，你就是重灌的时候可以换到另一台电脑用正版。盒子的意思是指说有实体的那个吗？对，它是有一个盒子光碟，是不是？然后有光碟这样，就是它序号是在盒子里面的啦。对，我自己是买那个直接 Windows 商品。嗯，因为你如果通常你找人家灌啊，他都会跟你讲说啊，你就用那个随机比较好啊，比较便宜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就是一次性的，一次性，你只要电脑一重灌就要再买一个。那个是啊，那他们两个价差差多少？那1000块左右吧。那多练1000块，你看你就可以换电脑哎、欸。对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就骗一些不知道的啊。对啊，对。那当然是推你随机版比较赚啊。那我那个时候赚2000。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仔细注意，但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我都习惯买就是光碟啊什么的，所以然后要有盒子那种，所以我就刚好买到那个哎、欸。哎、欸，好，那你这样很赚。好对啊，这样比较好。保险，如果你之后要干嘛的话，对啊，因为就是电脑一定用久，一定是需要重灌或是干嘛，所以还是买那个比较好。哇、嗯啊，那我要去找我的盒子，忘记我把盒子给我拿了。你看，如果你盒子上面写的是随机版，那你就尴尬了。不要，我要再去买一次了。对，肉怎么缺酱油？很危险，哇！我又是这个时间，又是这个时间是我们的乡民活跃化的时候、欸，那就是乡民活跃化，大家去睡个觉，他就不活跃啦、啊。对啊，我们去的、哦、也是啊，你们现在有空吗？可以啊，我可以，好喂，你要我刚跟乡民们要了3颗石头。有你们在打，我一直在上面跳跳跳。哦，我再来砸到呢，把它命名就好了。小宇宙船。哎呀，哎呀。啊，鬼压床。鬼压床啊！又被压了。鬼压床。哎呦！我被压到了。Hello。我等下再把告示牌放上去就完成了。耶、哎！感觉，我以为是。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好了，就用的比盖了2个小时，对，盖了2个小时，意外的久久久，那你被捆吗？等一下了，等一下，加最远的，然后说就你最高位，嘉南平原，
哎，你没捆，是没捆吗？在那个帐篷里面，大家都在睡觉了，还有一个人就在自言自语。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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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那攻击加倍，那这样所以是那个弓箭手也是嘛，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他会变强力弓，对，会变强力弓。哦，好好好，换你跳，跑跳，嗷嗷嗷，是怎么了？痛啊！嗷，痛啊痛啊！你的小用绿绿的，对啊，那个最后再说，坏坏。他被毒到了，他被毒到了，他是不是快挂了？地上有一颗，差不多了，啊，有颗石头，哦，有一颗，哎呦，哎呀，跑跳，哎呀，跑跳，跳跳，哎呀，啊，这地狱需要告示牌，要什么告示牌？啊，什么告示牌？地狱为什么？嗯，不知道东西在哪里呀？你现在找什么？你说你要找什么？想说去打个刷个凋零骷髅，打那个头。哦，那个是那个啊，坐着矿车过去啊，有一条轨道啊，你就从那个轨道坐到之后放个告示牌，就是大概的，因为记忆不太好，你比较少过去，对，那少哦，两排幸运，对哦。不好意思啊，那个校长不常来那个社团教室啦。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哎，说到社团教室啊，那个新闻社怎么很久都没出来了？新闻社最近没新闻，最近没有新闻嘛？最近有点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好啦，我下次找个没有秀刊可以看。我们最近要看那个啊。那个血流成河的八卦子，血流成河。滴滴滴，滴滴滴滴，耶！拿少少，哇哟，这竟然有两颗还三颗石头，你们好猛哦！我一直跳，对吧？疯狂跳，我跑跳跳。哦，可是这里的凋零骷髅在哪里呀？在下面。就是坐到底之后，右边有一个往下走的，有一条小路可以钻进去。对，有一个小路。嗯，矿车坐到底，然后在矿车旁边有条小路。哦，这台北车站呢？哦，地下街，台北地下街在哪里？地下街。哦，哎，我怎么一直往前？我不能。哦，有了，你卡点了。我刚刚只会往前呢。只会往前也太酷了吧！只会往前，不回头，你不转弯你。等下我的头盔怎么消失？刚洗掉了，卡了一下。你的头盔？对啊，还是你看不到它而已。你那个 F 3加 A 看看，好了好了好了，它那应该只是 bug。它有时候可能 bug 显示。哦，看不到。哎，好吓死我了！就已经没什么装了，还不见，又傻眼。吓死！是吓死人！好，我要上去看开奖，剩两分钟。哇，也对耶。签了没？签了没？记得签哦。签下去哦。可是身上原本就三排啊。他自己怨念好深哦。啊，我的怨念。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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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气哟。哇。那我要打这样，好像这是，哎、欸，那个，没有，不是这样。以前那个小学的时候怨念，然后把它刻在桌子上。耶，我完成了。检查一下，你好棒。没有，小雨过来看。什么东西？
看，只是还玩还玩什么谐音梗？顶次方，好烦哦！顶次方，哦有。像样的出来一下，幸运啊！哦，哎，你是一排，哦，别的，哇，啊，先这样吧。讲喽，快讲喽，说哈。完成啦！没有，勉励学生。哎呦，哎呦，勉励学生啊，已经说给最认真的学生了。给我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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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呢？什么？连续三次哎！我连续三次哎！我已经不是最幸运的了，夸张哦，太夸张了吧！我跟你讲，我的投资有用了，我的投资有用了，太夸张！我就跟你讲，右边那两排，右边那两排很常中吧，我就说吧，为什么25没中啊？过啊，24也没中吧？我万年15后都没过中，没中过呢。对啊。等到有一天不买15号，他就中了。哦，非常有可能呢。哎，好，我要怒去下面，该中一下咯。我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哎，我可以给他一起。哎，今天就去吃广告啦，吃广告啦。我给弄个飞球，试一下了。又给弄个飞球这样子，飞球这个。累积十次、24、34都有一些奖励这样子。那我可以感觉可以拿哎、欸。我感觉很累的，很累的，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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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累了，哇，累好啦，今天到这边啦，等一下是不是还有人还没回来啊？中奖的那个，中奖的还在这里啊。我奖金拿不完呢、啊，等我一下，然后做这个练习。哎，刚刚还有人杀掉，哦、杀掉我没有给我钱，这个你都中那么大笔了，啊、给你。哎，好的、啊。所以砍你就可以了，是不是？来，我再砍你一下，我再砍一刀。先给你十颗，先给你十颗。我砍十次，我砍十次。慢慢砍，慢慢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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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人东西还没盖完的？没有，盖完了，盖完了，盖完了。OK， 那我们就下一次开始就可以来先玩一下我们的密室逃脱喽。耶！好，好，休息，休息啦，拜拜。哇，差点直接到棺材。我家出来的、欸、哪里？好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啦，你不要给我死哦。哪里？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